好，在我们看到天气，昨天中午台北市出现了39.3度的高温，这创下了气温史上新高。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放高温假呢？今天行政院长江宜桦就说可以讨论。我们会由专业的单位来评估，像气象局还有这个卫福部等，我想这一部分大家可以讨论。